睡会儿吧，啊，睡会儿妈妈陪着好不好？啊，睡着睡吧，啊，啊，妈妈陪着你啊，嗯，睡吧。心里冷风吹失了梦，是你爱就已失踪，时间有种种心痛。靠的，我今天不收拾收拾你俩是真不行了，我就下楼取个快递的功夫，我这42码的拖鞋活生生的给我咬成了38码，还丑扎的。身为一个二号，你不会拆家怎么行？妈妈教你们啊，跟着妈妈学好了。你别笑。哎呦大哥，你这摩托车是在哪买的？买的时候没给您配个塑料袋，划拉划拉就带家去了。大家看到这个小朋友没有？因沉迷王者，他老爸没收了他手机，殊不知他已经达到了巅峰，在哪都是玩，用什么都是玩，老厉害了。哎呦大爷，您这车是在哪买的？这么销魂吗？我家这二喵子最近就沉迷于这动画无法自拔呀，网课他也不上，再过几天就开学了，你说这可怎么整？哎呀，快走吧，别撕吧了，这都多年没见面了，今天我必须得请你吃顿饭啊、哦，吃好的，吃贵的，咱不吃免费的，咱再往前溜达溜达。你不去啊？不去拉倒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光天化日偷羊肉，我是平时怎么教你的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小孩子？嗯，都忘了对不对？你就想这玩意儿想的怎么的？不知廉耻，偷盗行为不知廉耻，坏孩子。这样妈妈还怎么喜欢你呢？嗯，你错了吗？告诉妈妈你错没错？错没错？你不能这样子啊！你要是我给你做熟了给你吃，你这样偷不行，还上手。好了，不可以再这样了啊！听话好不好，阿兰？